用普通摄录机对焦，主角一离开中心点，影像立刻蒙到睇唔清。好彩日立 E8 快二拍终于出现，佢对焦使用双重红外线，任主角点喐点变，对焦都哇咁快搞掂。就算阴暗环境，影得一样咁清，仲系立体声收音添，轻巧易用，对焦快，日立 E8 快二拍系 very good。